哇，也太多海鲜了吧！我们在富国岛第一天的晚餐一起 go。各位提姆维利信的好朋友，吃饭皇帝大，我们就来吃吃海鲜吃到饱。这一家餐厅是在富国岛主要的街上，有火烤两吃，火锅也蛮好吃的，重要的是海鲜吃到饱哦。看看烤的样子，哇，是不是流口水了？虾子多到爆哎，还有海鲜，还有不知名的东西，鱿鱼、章鱼还是什么，不知道，感觉很好吃哦。好，那这个呢也是很好吃的，在台湾呢也不容易吃到。这边呢，这一个蛤蟆吃到饱，赶快呢来夹夹，去烤来吃喽！哇，好壮观啊，真的感觉很厉害哦。整只的鱼也不遑多让，鱼头也蛮好吃的，也可以煮火锅。还有烤肉耶，非常多的选择，赶快来吃看看。不喜欢吃海鲜的，还有好多好多的食材可以吃哦，生食熟食都有，你来看看，真的好厉害哦。有没有吃得很饱啊？第一餐一定要吃饱饱，待会要准备去逛夜市咯。来富国岛的第一天晚上非常的棒，那我们就夜市见咯，拜拜。